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再次出发，我们会去哪儿？找一方天地，看万物生长。何为天地？不过牵着你的手，一起听微风不燥。何为万物？只要有你相伴，看花开花落。看天地之美，惜万物之理。10月12日起，每周五晚10点 ，OPPO 拍照手机，亲爱的客栈，创造美好生活。